Hello，我感觉我有10万年没有开过这个电台了。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我刚刚结束排练，真的是尴尬。2分钟前结束了排练。谢谢 Sing 的九票，谢谢你。一进来，确实是这样啦，就是最近可能就是说创作欲比较的强。谢谢勇敢的 Hus 的10票，谢谢天行者1票，谢谢安康鱼的9票。夏日发什么？夏日发疯吧。谢谢的1票，谢谢今天不去提篮桥1票，谢谢江南孤剑1票，大家全员夏日发疯吧。想我的夜是什么夜？谢谢妻子哥气氛组版送的1票，谢谢科学家喵特曼送的1票。Mi Live 对啊，Mi Live 赶上今天切票了，我觉得挺好的。我前两天还在想，不会有人去夜排吧？谢谢黑羊送1票。谢谢黑羊的1票，谢谢黑羊的3票，谢谢恶夜的9票，没切到啊？真假的？我今天还在想，不会坐不满48个人吧？天呐，这么多人想来听我唱歌哦！哎，晚了几分钟就没了，也多谢谢黑羊的1票。那怎么大家都这么想听我唱歌啊？你们这样子让我压力好大啊！但是你们知道我几斤几两的吧？谢谢 Sing 送的1票。今天说实话，今天彩排给我自己唱崩溃唱哭了。谢谢 SZJ 送的1票，就当然不是感动哭了，是崩溃。谢谢勇敢的哈送的1票，谢谢韩潮送的9票。因为我很脆弱，因为好累呀、啊。我发现我这个人吧，谢谢只会哈哈送的奶茶。我这个人就是对自己特别好，我狠不下心对自己坏，就一旦有一点点累，我就哼唧哼唧哼唧。哎，对不起，谢谢林送的1票，谢谢 SZJ 送的1票。我就是一个很脆弱的人，我一点都不坚强。谢谢塔塔园长性感秘书送的9票，谢谢嗷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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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1票。所以说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吧，那天 Me Life 大家要抱着一颗包容的心。来听我的 mini life 哦，谢谢小杨蜜神器一团送1票，谢谢大圆的1票，也可以戴着耳塞来观看我的 mini life， 谢谢空城送1票，谢谢我 YBY 要直播卸妆送1票。谢谢 KCD2R 送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你的99票是我未来道路上脚踏实地往上前进的阶梯。谢谢乌龙的9票，可以听出来是我现编的词儿吧？谢谢费兰的10票。昨天咋不说这词？那昨天，哎，你们不是翻车了吗？
其实本来是想说这个词儿的，然后你们翻车了，就导致我的思绪被打乱了，对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翻车。谢谢楼客送的一票。别。不骂了，不骂了，好吧。就怪你们，哎，就怪你们。好的 ，sorry， 不骂了，不骂了。现在才知道 MeLive 要切票啊哦。没有关系啊，其实我觉得你在那个，就是说在大厅也是可以听到我的歌声的，就是说只能听到我的歌声。MeLive 除了耳塞还要带什么呀？要带一颗爱我的心。谢谢爱喝咖啡的仙人送的一票。干嘛？为什么说 stop？ 为什么？为什么 ？why？ 谢谢小杨冰神器的脖子疼疼疼送的九票，谢谢。今天好快乐，有吗？是因为跟你们聊天，所以我才这么快乐。说实话，你们不觉得小嘴抹了蜜这句话像是在骂人的吗？今天真的好甜啊，不要脏我，我每天都很甜，真的。我跟你们讲今日大无语事件，今天一件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无语，非常非常离谱，又非常非常搞笑的事情。我不是有去很多那种外面那种就是那种写真馆拍照嘛，然后我就有加一个一家那个，就是加了他的那个微信，加了人家写真馆微信。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写真馆这个微信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今天思巴传媒包场拍 NV。我在心想，最近我们公司拍什么 NV 啊？好像没有人拍 NV 啊，谁啊？点开视频一看，唉，不是我自己，你们不会还没猜到吧？Yes， 没错。一瞬间人有被梗到，你知道吗？关键是人家说的还是思巴传媒。谢谢 Ella 的绿豆糕，谢谢。我梗住了，真的梗住了。怎么会这样啊？他还说的不是思巴，他说的是思巴传媒。救命啊，救命！谢谢水宝宝哭哭超可爱送的九票，打你哦。不会报了我们公司的账吧？开玩笑的。谢谢 Ella 送的九票。确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我们赢了。哈哈，谢谢 Ella 送的九票。谢谢 D20 送的九票。谢谢王天秀静音双子版送的九票。静音双子版又是什么呀？你们的 ID 真的奇奇怪怪。确实，我觉得他们要知道肯定很无语，但这么一想，突然心里有一些暗爽，好吧。虽然我真的有梗到，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说最近我们公司要拍什么 MV 啊？谢谢水燕送的一票。这个下午好呀，你是不是延迟有点严重啊？我说
我最近我们公司没有在拍 MV 吧？什么东西在拍 MV？ 我怎么不知道啊？而且还是那种很少女的那种，你知道吧？我就是想，啊，我们公司不是已经很多年前就不走这种风格了吗？早。你们没懂，没懂，就没懂我在说什么。就是，怎么有 MV 不叫我呀？人开始哦，心里。放点 music 吧。我今天又收到了一个编舞，谢谢啊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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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了一票。今天又收到了我生日的一个编舞，这个老师也太速度了。super， 不要 super idol， 不要 super idol。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谢谢口袋出错送的九票，谢谢你。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哦，送票打断我，那你这不是被我发现了财富密码吗？谢谢白菜黄大大小白菜的一票，谢谢小杨幂神奇的鸭送的九票。那我要开唱了啊！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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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当你在的的的的，谢谢老虎送的九票，谢谢森月送的一福袋。完了，我又不记得蜜雪冰城怎么唱了，他其实有点点没有记忆点。哦，想起来了，你爱我，我爱你。杨冰一冰杨，我们都推杨冰一。谢谢小杨幂神奇的呱呱送的九票。来听一听今天的日推。其实我还蛮喜欢，是这首歌吧？还是恩穗的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这首听。不是这首，我喜欢，在哪来着？怎么看、啊？谢谢726的一票，我刚刚有错过吗？应该没有吧？谢谢割肉小能手的九票，谢谢寒潮的九票，谢谢冷吃兔的福袋，谢谢森月的奶茶。不是这首歌，那就是这首，他们这个名字好像。谢谢 Sing 的福袋，谢谢 Sing 的六高啊。这首歌叫不完美。谢谢水塔饲养员的奶茶。对呀、啊、你们怎么都知道啊？又开始了。我跟你们说，其实每一次、哦、谢谢糯米狗的九票。其实每一次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都是你们弹幕自己提醒我的，就你们自我举报。谢谢杨幂的美色一票。谢谢佳美娜的一票。我喜欢这首歌。谢谢搞个什么昵称好呢的一票。谢谢搞个什么昵称好呢送的一票。新的世界我能够看见，从地下的泪水划过了时雨。谢谢杨幂的美色九票。这首歌好像是当时看菲菲的拉票还是生日公演听的，知道这首歌。他拍了一个 MV。
你俩切不到票啊，安慰一下。两只老虎，给你唱 Super Idol 吧，让他投票。好，牛啊！故事由我主演，去面对，面对每次考验，写到了无所谓。这就是残酷的夏天啊、哦，各位。谢谢想杨幂神器的熊猫送的九票。咪 life 整个什么活？咪 life 能让你整什么活？请问？可是我有个问题，怎么大家好像都没切到票？怎么这么多人跟我说没切到票？那请问是谁切到票了呢？谢谢黄大大小白菜一票。可是，可是真的吗？有这么多不出现的四，不出现的水推哟，就是在嘉兴路能来看 Me Life 的水推，有48个。就觉得很神奇，觉得有点神奇。海底捞 lonely， 谢谢 MG 海底捞珍珠的999票，谢谢你的990票票，啊，谢谢你的999票，你的每一票都是我的未来，都是你一票我一票。小羊挺直腰板笑，谢谢999票，谢谢你哟。哇哦哦，快，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有人投999票的话，我们唱什么歌呢？我们唱一首，看看我的歌单里头有什么合适的，我哭就行了，摸。开始装傻。有想点歌，点歌也不是不行啦，但是有想听的歌吗？昨天有人送999票，昨天没有让人家点歌，要不昨天送999票的人也点一个歌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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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什么呀？就天天想看我哭。给大家唱一首《九妹》。Hey, what? 我开玩笑的，你们不要当真啊。哇，这个人的 ID 怎么说呢？有被梗到一瞬间，只能说你在做梦吧。明天
你们知道吗？就是那只小猫咪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真的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么胆小的小猫咪。应该反正不会饿着它，因为它把那个它的吃的和水什么的都放在它的这个床，就是这个床边了。但是不知道，就是说它有没有去上厕所？我这个主要是比较担心这个，因为这个小猫咪它现在在奇静的房间，没有强行抱呀。而它在床就是在里头，在床下的里头，我想强行抱它都抱不到，毕竟我的手没有那么长。我吃一个橡胶果实，可说不定可以抱到它。反正我在的时候他都没有出来过，刚刚回去，刚就是直播结束了之后去看了一眼，他还在那个床底下，就那样子缩在那个角落，然后因为床下很黑嘛，就只能看到他两个眼睛发着光。谢谢冰淇淋配年夜饭送的九票，哦，十票。但是蛋蛋感觉对他挺友好的，可是我房间因为没有决定好要不要就是养他们，然后我还没有，就是没有那些猫咪的东西。表面友好，确实，我发现小猫咪都很心机，你们知道吧？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因为就是因为我朋友他家他自己就是之前有很多很多猫，所以这只小猫咪我估计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因为跟我们说了一个他这个名字，但是喊他这个名字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耳朵都不带动的，就觉得他可能是不知道自己这个名字。本来叫裘老三，为什么是我闺女啊？裘丹妮。真的很思维合化，怎么能什么都想到这上面去啊？的是，纵然千万种选择固执，是打算先取一个名字了，但是这不是。都没办法跟他相处嘛。我的恐惧，可是谁都不能带我走出这片黑暗森林。叫 B Bubble， 我跟你们说，今天我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喜欢 YB Bubble 这个名字，这名字居然是投票第二名。
这个就是一个泡泡糖，谢谢小小橘子皮的一票。谢谢青铜时光的一票。其实我觉得 Y 在吗也挺好的，挺可爱的，但 YY 端水也很不错， YYDS 真的很不错。哎呦好纠结啊，歪歪打水是什么意思？我打我自己吗？谢谢青铜时光的一票。歪歪单身，确实，叫做歪歪的粉丝也单身。叫 YY 和 YY 的粉丝单身， YY 和 YY 的粉丝 DS， 哇好名字就叫这个了。我礼貌吗？我很礼貌，怎么能骂我呢？不爱了呗。确实今天还有个人说可以叫还爱歪吗，这个名字也很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让那些就是不爱我的人有一丝丝的不安愧疚咯噔。对，歪夏天来了。哎，说真的我都已经快不认识歪这个字了，好神奇啊，为什么会看一个字看多了就不认识它了呢？说明人的认知是会欺骗人的。看我久了也会不认识我吧。看我久了就不认识我，然后再下次再看我的时候又像第一次喜欢我那样子感受到心脏怦然的跳动。干嘛？写篇小说吧，就叫做七生七世都推杨冰仪是种什么体感觉，重生之七生七世只推一个人。为什么是七，就是随便说了一个数字而已。其实倒不是因为要生气了啊，也不是这么敏感，就真的是随便想了一个数字而已。故事的开头就是重生了，
第一是其实失忆了，但是一走进星梦剧院，看到那片公式照墙上的我的照片的时候，又感受到了一种心跳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熟悉。然后突然头开始很痛，脑海画面当中有一些场景浮现，我在舞台上跳舞的身影，握手会跟我握手的那种画面在闪回。天哪，明年的我的证件就拍这个吧。对，听到夏天到了， DNA 跳动了，冥冥之中有种声音让你快跑。我的证件我今天已经看到了，随便说说啊，不要当真。我今天我证件已经看到我的证件的这个完成的视频了。怎么说呢？就觉得有点，其实还好啦，没有想象中那么尬啊。但是就感觉自己非常的随意。哦，啥时候发我也不知道哎。哎，我怎么了呀？谢谢，哎呀，这个 ID， 谢谢 J 送的一票。我好像撞到手腕了，右边的有一丢丢的痛，但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这样撞到过手腕，还是别到筋了。不是刚刚说的那个阴影，那个阴影好像是我头发的阴影。你们说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我看了一下，哦，是在说那个。不是跟王天曹打架的时候。哎，真的那个动作就是那样子的，我就是站在那个箱子上的，真的不是我随便找了个地方就蹲下了。不要提那两个字。拳头硬了。那个。人家不是螺蛳粉味的汉堡，是酸笋，酸笋。哎呀！跟你们说，我恼羞成怒了啊！还行，挺带感的那个味道。可以试试看，真的。但我觉得它那个酱可以不用加那么多。如果你们是在在店里去吃的话，可以跟他说酱可以不要加那么多。我觉得那个酱有点太多了，然后就有点咸，而且还有点辣。酸倒还好，没有很酸了。
谢天想天天都想睡觉怎么办？送了九票，那就睡呗。睡觉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螺蛳粉味的牙膏是不是有点过分？那还刷个刷什么牙呀？天哪，内卷，内卷真的无处不在。我是躺着了吗？没有啊，我现在在坐着给大家建台。榴莲味的牙膏真的有这种牙膏吗？那你说像这种榴莲味的牙膏、螺蛳粉味的牙膏，它刷牙的意义在什么呢？刷牙的意义在于刷完牙之后周围的人都离你十米远，再去攻击别人那没事了。听到心跳声，真假的？听到了吗？听得到吗？我心跳声。我懂了，是你们心动的声音。问号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又什么意思？就腻了呗，厌了呗，厌倦了呗。在听我电台的时候就不心动了呗？心脏停止跳了。早该明白。哎呀，为什么我这里突然肿了呀？我撞到过吗？好难不在意啊。谢谢白白的九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是扭到还是憋到筋了还是撞到了手腕这里，现在有点，就是我这样子动手就感觉有点扯到的痛。那也倒不至于练武练伤了。什么东西？你再说一次。不会吧，不会是那个东西吧。感觉不像是那个什么这个腱鞘囊肿啊。我有在抖音上看到过人家挤这个的视频。虽然看别人挤这个很爽，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话就是说有点恐怖了。等过两天看看吧，好突然啊！我感觉我刚刚排练的时候还没注意到。水队看病堪比百度，确实。没有，我跟你们说，我觉得不至于说练舞练出来的，因为三角函数至少公演吧。他没有很难，就没有。但是呢，赵公演好神奇啊！赵公演又简单又难记，救命啊！
就是他动作都很简单，但你记不住哎。我一个人去逛街，一个人去看病，一个人听抒情歌，还欠几首？还欠三首吧，还是四首来着？因为每天都在学新的，我每天还有别的工作，就没有时间学。嗯，而且我们进剧场那两天，我还要有别的工作，所以我又跟不了大家一起排练了。谢谢白白的一票，谢谢月亮的一票，但是我会坚强的，我会加油的，我必会上全场的，放心吧。谢谢天行者送的九票。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也不是我这个人吧，就感觉每次就是要么就没事干，要么就所有事情都就是说撞在一起。人生啊，我觉得我很寂寞，我就别嫌我话多，一个人故事单薄，两个人都市传说，我翻过千山万河，路越走就越宽阔。确实好像也不能说没事干，这几个月都挺忙的。问你到底在哪里，但也挺好的呀，对吧？忙总比闲好呀。请问你到底在哪里。我那天还在，就是有一天在上一次没能上公演，什么时候？是武汉吧。还在感慨，谢谢白胡子老爹送的福袋奶茶，还在感慨我以前哦，就是小时候那个时候觉得我这辈子都不想缺席任何一场公演，但是长大了之后就发现人生并不是能够那么如意。不知道群体讲了些什么神秘。小时候就是刚进圈的那年吧，16岁。现在的开始上映，你我没有偷懒，我能上公演的时候不是都有在上公演吗？对，就小时候想法太天真了。的手心里，亲爱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以前各种求代役，确实现在没办法代役了呀。爱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你要真的相信你的心，只是现在社会我又不是超过你。现在是队长，而且名次就是咋说呢，也相对来说比较高，就不太能代役，这是不被允许的。来这里就别离去，若是会和小夫的日系，对啊，现在也没有时间代役啊，
再跳两个多月公演，可能人会疯了吧。哒哒哒哒哒，这就是成长吧。我们已经把16人都排完了，基本上。虽然我没有全部排完，但是好期待跳新的公演呀。多少人迷失在这里，一大片空虚，谎言多珍贵，所以想去哪个队待役。谢谢人间一汤四季豆送的福袋。说实话，现在没有特别想去哪个队待役的想法。想带哪套公演，现在也没有特别想跳的公演。何须蔓延一点残肉，我想睡觉。对，整个冬天照亮空的房间，现在几点，好想去旅游啊，说实话。不是我不想听谁能摧毁时钟的声音，想去长沙，也想去西双版纳，还想去大理。是不是要等总选结束了？我觉得总选结束了之后也会很忙吧。为什么最近别想长沙呀？现在都很热，确实。风拂过我的脸，如同情人的缠绵。现在哪个地方不热呀？从远结束就惊觉，倒也不至于吧，没那么快了，没那么快了啦。去东北避暑，嗯，青岛热吗？不知道啊，得问青岛的朋友。哈尔滨，东北哈尔滨。其实我还挺想去沈阳的，对吧？因为之前看那个机架，哇，我之前好像有听说过今年总选要去哪拍 MV， 但是当然不能告诉你们啦。对啊，4年前去过，那是4年前啦。如果是我听，如果我听的厕所消息无误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还可以了，还不错了。但是我也是听了厕所消息，我的厕所消息还没有你们准确，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听到厕所消息，记得跟我分享一下。哎呀，不要让我先分享啦！我说的话很容易被，就是说很容易被大家开帖的。等一会儿又全部都在说，杨碧怡说了，今年总选要去哪拍 MV。明明我说的是我听说，然后到时候又全部人都在说，我人都傻了呀。到时候我要被谈话了，都说了多少次啦，不要剧透，不要吐槽。我怎么了我？跟你们说，很关注我的哦，我现在是重点人物。
说完不到一分钟，立刻马上。我的微信就，你有新的微信消息。太受关注了，很苦恼。很苦恼哎，就是这种被瞩目的感觉。这是什么 BGM？ 我看一看啊。这有歌词吗？这好像就是一个纯伴奏。谢谢喜欢杨彬莹的人呐、啊，投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你的99票是我前进的道路上的。梗住，是我前进的道路上的明灯啊，对，明灯。是我身后坚实的。后盾，对。是我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哦，谢谢你的99票。不能先打好草稿，打好草稿就没有新意啦，对不对？就每次要现编一首歌，哎，现编几句话。谢谢安康鱼的，谢谢安康鱼夏日翻翻发疯版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你的99票就像是我暂时还挺漆黑的人生的夜空里的一点一滴的繁星，照亮了迷茫的我。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谢谢你的99票。这一颗一颗繁星汇聚起来，总有一天我能看见属于我的银河吧。好会编啊我，好厉害哦。谢谢通宇的99票，你的99票就像是炎热夏日里一杯冰可乐一样，瞬间就是说让我感受到了凉爽。就像是沙漠里的绿洲，让我看到了希望。编的好吧。谢谢樱桃芝士的99票，这99票就像是冬天里一杯温暖的奶茶，温暖了我的心。你们知道在冬天里能够收到别人送的一杯温暖的奶茶是种怎样的感受吗？这其实不是很了不起或者很大的事情，但是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温暖才是温暖了我的心，才最能温暖我的心，我的人心。哎，不对，嗯，对。谢谢寒潮送的奶茶，谢谢鸭鸭子送的奶茶，谢谢霹雳熊猫48送的奶茶，谢谢割肉小能手送的奶茶。
谢谢江湖大骗子送奶茶，谢谢小阿妹舒舒服送奶茶，谢谢消失的橡皮送奶茶，谢谢熊猫送奶茶，谢谢你们怎么突然开始哦，谢谢要送的99票，你的99票就好像是夜晚睡不着时突然收到了。等一下，我换一个，你的99票就像是你的99票，对，就像是一颗褪黑素，让我能安心入眠。哦，救命啊！救命啊！我错了。谢谢割肉小能手的99票，你的99票。就像是我刚出道的时候，在透过不能上场的时候，透过门缝感受到舞台的光芒那样炙热，好感动！谢谢你的99票。编的好吧？谢谢小标兵的1票，9999票怎么办？有了再说吧啊！人生苦短，不要为了一些未知的事情而烦恼。谢谢喜欢杨冰的人呀啊啊，送了99票。你的99票就像是一场公演，在我说完我自己的名字之后，台下鸦雀无声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声杨冰一样，瞬间就是说那瞬间的感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对吧？好吧。哇，我真太有才了！骗到了。谢谢韩潮的99票。你的99票就像是小时候的2块零花，放学之后的2块零花钱，妈妈给了2块零花钱。那2块零花钱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少，但在当时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种满足。是一种比现在我手里揣着20000块还要满足的满足。那种拥有着全世界，那种被周围同学羡慕的目光，那种你自己吃了2碗凉虾，你还能请你的好朋友吃1碗凉虾，还能花5毛买一本阿衰的快乐，我天哪，这就是小孩子的快乐吧。好，鼓掌，全体起立。你们小时候物价这么贵吗？反正我小时候5毛钱可以买一碗冰粉或者买一碗凉虾，而且校门口的那种小玩具基本上都是5毛。谢谢通宇送的99票，你的99票
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夏天去游泳馆努力了一天之后，在回家路上偶然碰到了卖冰粉的小贩，那种手搓冰粉加上冰红糖水的那种快乐，哇哦！真的是很单纯很幸福的快乐。谢谢要的99票，你的99票就像是等等啊，你让我想一想，你别走，你让我想一想，你的99票就像是我第一次来到嘉兴路，站在站区的时候，站在站区台上上扭上在舞动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感动，那是我第一次来嘉兴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的偶像，好像伸出手就能算了，这个好像不太好，就好像我在台下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我。哦，那种感动，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不是错觉。这不是，他就是看我了，他在300多个人当中一眼就看到了我。就是因为那一眼镜团，倒也不是了，我给你们说过吧，谢谢韩瑞送的福袋和绿豆糕。我进团，我第一次有想要进团的冲动，是因为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是去看广州那个演唱会吧，然后就是说那一次是真的有被触动到，虽然也不会，那个时候也不会喊抠。虽然说我刚进团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人说什么，就那个时候会说我是什么老聚聚，说我很懂，就是饭圈啊什么，但其实并不是。谢谢塞纳河边的猫伴先送了一票，谢谢瑞涵送的一票。韩瑞不好意思，すみません，谢谢韩瑞送的4票，谢谢918的99票。你的99票就像是我想了一年茶颜悦色，当我去到武汉的时候，我在机场收到了7杯茶颜悦色的时候，那种一瞬间好像被茶颜悦色所淹没的感觉的快乐的幸福，哇，一下子就是有点受宠若惊，你们知道吧，那种幸福，天哪。你终于走出了房间，依旧冷淡的语言，就连眼神都想逃离这段关系的终点。
我可真会编啊。谢谢想 YBY 神器的天行者送了99票。你的99票就像是我深夜说，深夜突然想吃海底捞，所以我说走就走，10分钟之后就吃上了海底捞的那种，因为突然的冲动而满足的快乐。谢谢董大师的一票，谢谢。好了，今天差不多了，骗够了，骗够了，我要下播了，我要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我就下播了。嗯，我编不出来了，明天再，下次再说吧。下次再说吧，下次再编吧。我今天晚上回想一下我的21年的人生当中，还有什么快乐的瞬间、满足的瞬间、惊喜的瞬间，好吗？谢谢林送的一票。当你黄昏，地铁入口，你别回头。还有2个月，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啦。给你们唱一首《宝贝》吧。耶耶哒哒哒。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啦啦啦啦啦，耶耶耶耶。哦哦，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要你知道你最美。好啦，宝贝，晚安。抱抱，晚安。明天还见吗？明天见不见呢？明天看情况好吧。明天因为明天晚上也要排练，所以说看情况。哎，明天要排练吗？明天可能应该要排吧。明天如果见的话，再在口袋房间说吧，好吧。晚安，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大家陪我聊了这么久，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投票。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每一票，拜拜。